今天咱再炖个豆角。好多网友表示，那起泡豆角咋做都不出泡呢？那咱们再做一下子起泡豆角，它是咋个步骤才能起泡呢？啥原因？这是起泡豆角的关键，得有咸腊肉。哎，把它拿出来，看看这家腌的都是盐呢。可千万别小瞧这一块肉啊，虽然肥了一点，但是没有它起泡豆角你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啊。给它切成薄薄的片，来，这是咱们泡好的木耳，放锅里给它焯煮4-5分钟，给它完全焯熟。咱再掰个西兰花，给木耳煮熟，咱们捞出来，咱们再焯下西兰花。起锅烧油，下入咸肉，把这肥肉啊，给它把油脂炒出来，把这肉给它炒成透明色。下入豆角，豆角啊，咱们给它炒嚼劲的啊。炒豆角时间，咱再分个土豆。放入去。